友，大家好。新冠肺炎秋冬防疫期间，提醒大家配合保持室内1.5公尺、室外1公尺的社交安全距离。搭乘大众运输工具、进出公共场所应佩戴口罩，并落实随叫勤洗手。若有出现咳嗽、发烧或类流感症状，应通报192防疫专线，并佩戴口罩就医。请市民朋友